大家好，欢迎来到安联投资学院，我是你们今堂的导师 Professor Fund， 而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助教。今天想跟大家讲解一下定息投资回报的概念。投资在志在派息的基金，在计算回报时，投资者不应该只看资产净值的升跌去衡量总回报，应该要计算收到的利息。利息可以是每年派或者各个月派，将资产净值升跌和收到的利息一起计算，才是投资总回报。情形就好像你买了债券，不可以单看卖出债券的赚蚀去衡量总回报，应该要看债息。要留意的是，无论派息基金定是债券，一般来讲，定期债息会对投资总回报有一定的贡献，所以不可以单看资产价格升跌去定输赢。这个概念对一些派息率较高的债券基金尤其重要。以美元高收益指数来做个例子，假设投资者在2006年年头拎了$10,000美金去做投资，十年后他的投资总值已经升值至大约19,000美金，而当中组合的近50%是属于收到的定息收入。所以千祈不要单看资产净值的升跌而忽略定息收入或股息对投资潜在总回报的贡献。以上例子不代表真实情况，投资者记得要留意翻市场波动，做之前要了解清楚投资风险。今次就讲住咁多先，下次记得再上堂。